弟兄姐妹，祝日平安。各位，上周我们谈到保罗在铁萨罗尼迦传道受逼迫的事情。那今天我们会看见弟兄们把他送离铁萨罗尼迦，去到一个离二十五公里那西南边的一个叫做比利亚的小城市。那我们看见这个比利亚人和铁城的人相比呢，在灵性上。 有很大的差距。那圣经说，这比利亚人贤于帖萨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不是。那么各位，嗯，我们可以说，比利亚的群众呢，是每一个讲道者梦寐以求的群众了、啊。那传道人，一个忠于。 圣经的传道人，他能够遇到有这样的对神的道有饥渴目的的听众啊！那各位非常感谢主的事，教会里面呃最美好的一个图画啊，就是有对的嘴巴遇到对的耳朵啊，这就好像好种子撒在好土壤。但是我们也会知道，实况来讲不是这样。 那很多时候呢，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都是从哪里出现问题？不是讲台上面的信息出现问题，就是众人对神的道在领受神的道上一点都不蒙恩。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快快给各位说啊，呃，不但是从圣经的角度，那我们也看呃自己我个人的整个牧养、传道、宣教经历呢。 其实，通常一个讲道者遇到最糟糕的群众呢，是怎样的群众？呃，我用三方面来讲。那第一种呢，可以说对神的道根本没有饥渴的群众。换句话呢，这样的人不想听神的道讲什么，他们只想听叫自己心里开心的信息。通常我们在教会也看到有一些人呢，这一听到牧师讲道就睡觉啊。哦 那只喜欢听见证，那只喜欢听给自己心里嗨的信息啊、哦。他们只想，就是理性呢，他们的理性呢，已经有一点被麻痹，也不想听太过要思考、要理解的信息，也只想听那种非常的容易给人的耳朵抓痒的那种信息就好。其实说到底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属灵的问题啊。他们的心理刚硬。 那种子要发，撒撒在这个干旱的土壤上，怎样好的种子撒上没有办法蒙恩。第二种通通常非常有挑战的听者呢，是怎样的听者？就是有成见的听者，特别有成见这样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们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。那但是这些思想呢，是不合乎圣经、不合乎福音的，可能是他们的传统。 可能是他们原先家庭，或者从这个世界，他们已经领受的一些价值观、道德观，甚至可能他们学过一套。哦，他们说的圣经是这么看，呃，经文是这么讲解的。他们不能接受其他的亮光、其他的见解。其实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瓶颈，侍奉上有瓶颈，跟家人的关系有瓶颈，生活当中很多的担忧。 但是他们还是收着自己的想法，对信仰呢有很多的误区。那他们原先的这些思想，叫他们听了神的话之后呢，无动于衷。那他们也不愿意查考圣经，来重新建造自己的体思想体系。所以他们就有一种可以说属灵的固执啊，叫他们不能蒙恩。那我也，我们生命堂也常说啊，常常我们。 特别是，呃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因为受了过去的有一些教导，那么他们有一点戒律主义在心，很戒律，或者有一些常常追求神秘、很神秘的经历的这些东西，也有有一些人哦，就很人为、很人本服侍的时候呢，就很人为的那种心态。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从他们的心里面对神的道刚硬开始。 问题是我们都有我们的背景、原先的条件。我们来过这间教会之前，有些人已经去过很多教会，曾经像一张白纸。我们受过很多的教导，但是很重要是，我们听真道的时候，我们听一个牧师打开圣经给你考究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觉悟。我们说，哎，以前的这个思想好像是不对的，不合乎圣经的，那我们要放掉啊。那为什么要坚持己见？ 那各位，所以这个不是单单个性的问题，是心灵的问题。我特别要说哦，那其实对真道，他们不可慕，因为真道不是他们要追求的，他们要追求合乎自己心意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每次讲福音的时候呢，一直用一句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全部拆毁，重新要建造，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呃，这样的人如果。 不这样做啊，那你就发现信仰十年如一日，那他是像神刚硬的，不是像人刚硬。那这是也是我们遇到的非常麻烦的听众啊。那当然是要靠主的恩典，这样的人才能出来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的人有时候呢，要劝解，要责备哈，不是什么都安慰安慰这样哈。那安慰也需要啊，要劝解、教导、责备。 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，那这是讲道者这这的尽道的一种讲道当中跟人的思想的征战呢。那现在我们在讲听众的问题嘛，哦，那还有第三种的特别听众的问题是什么？啊，我们常看的哦，就是他们一直在面对人，面对人的听众。各位，我们是，我们听了道。 我们在听到也听得到，是一直被带到神面前，对不对？这有一些人呢是听到就一直在关注人、崇拜人。那听了神的道呢，心不是喜悦上帝，就反而有时候把人当作偶像，或者有一些人是这样，看那个讲道人的表现，嗯，那他是一直在看表现。哦，我比他热心啊，我我我就比他热心的话，那为什么？ 我要听他的讲道，他的行为都不如我，所以他没有一个向声的道开通的耳朵，他一直在看人啊，或者就是整天就是看人的外貌的东西啦。哎，今天牧师很搞笑啊，啊，今天牧师好像领带弯一边啊，为什么他的表情这样啊？一直从头到尾在关注人，啊，其实各位，这是很严重的，这是其实坐在教会十年了没有遇见神，嗯。 不然就是听到的时候，哦，不是在讲谁讲谁，没有讲谁是在讲基督啊、哦，讲基督，各位，所以把神的道听清楚，心意降服于基督啊、哦，呃，各位，所以如果我们要讲下去，还有很多很多，但是这些人的灵是灵性不成熟的听到者，他们没有因听了道之后与神产生关系，也没有因听了神的道喜爱诵读圣经。 查考圣经，他们不像比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那各位要知道呢，一间教会不管有多么大的喜乐气氛多好，如果弟兄姐妹是不喜欢听到的那种气氛呢，绝对不是圣灵所带来的氛围了。 那种喜乐不是圣灵的喜乐。我们看到初代教会，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他们赞美神得著名的喜悦。各位之前讲什么？之前讲到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他们被同样的教训，心意被夺回，降服于基督，所以他们才能够真正在主里面同心啊，在主里面相爱，在主里喜乐。 啊、哦，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我们今天，呃，要多思考。我们也来多看，在比利亚这个地方呢，保罗他的施工，嗯，那各位，我们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啊、呃，大家都翻到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，十七章第十节，那第十节我们一节一节看啊，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。 呃，当然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了哈。帖萨罗尼家那里骚动了，叫保罗和希拉不得不走。几十走夜间的时候，在夜间当中的那个遮蔽之下，他们偷偷离开铁城。那么各位，他们怎样呢？那、呃、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二人到了，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啊、呃，在那个地方向犹太人分享。 耶稣是基督，他从死里复活的信息。各位，我们都知道，保罗呢，连绵不断，每次进会堂跟犹太人分享信息，就是怎样啊、呃？最后造成暴乱或者受逼迫。那各位，如果是各位，你们你们会想什么？说，哎呀，每次进会堂就遇到这样的结果呢？还是不要进啊、哦？就不要进会堂，在外面传福音。各位，我们人是这样的，我们向情况反映。 呃，各位这一点呢？各位也要学习保罗。保罗心里面有一个真理的原则：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先是谁？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。所以他很清楚知道，福音从耶路撒冷出来，这福音是先要到犹太人当中，在当中结出果子，那然后再受圣灵的引导去到外邦人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就明白说。 使徒保罗呢，他不是凭感觉行事，乃是凭真理行事。各位，如果我们一生就凭感觉行事，我们做不到神的工作的。我们一遇到一个障碍，马上就逃离那个障碍，其实都是凭自己的方法、以自己的意思来逃离的。我们求智慧是需要，但是有一些原则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看保罗怎么做。 尤其他重复做的一些东西，为什么陆家要再再次重讲、重讲？他又做像素常一样，又这样做，那你就会知道他里面的信念是什么那下面十一节，这地方的人，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，呃，这个十一节是一个重点，我们在一起读。这地方的人，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。 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各位，这个“咸鱼这个字呢，你们要圈起来。那“咸咸鱼哦，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呃，英文翻译 “noble c o r r e c t o r 啊，但是有一些翻译是 “noble-minded” 啊、哦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哈、哦、，“noble-minded” 就不是单单讲一种个性。 这个咸鱼的意思是他们的一种开放的心灵，开放的心灵。那心不是讲品格，是讲到他的心灵里面的素质。那么这个开放的心灵是怎样的呢？啊，各位，我们可以看从这个短短的一句话里面，第一，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的心灵，他们在领受神的道上有一种热忱，有一种热忱。这里说他们甘心领受这道。 那不是人坐在那里，然后魂游向外啊？那他们，呃，就是甘心哦、呃，也就是听了道之后，好像这个活水的江河，很渴慕，像鹿渴慕溪水一般。呃，有时候人听到，哎呀，好像忍耐，又要一个小时，又要听，还要忍耐，这样不是啊、呃？甘心领受，there is great eagerness in receiving the message。 呃，特别我是呃，告诉我们兄弟兄姐妹哈、哦，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种，呃，一听到好像没有兴趣，然后呢，一要做事就是很积极那那种光景哦。我相信我们教会不会吧啊、哦？我是常常这样说，要讲这些话，要唤醒我们的心灵，因为人很容易的，你在做东西的时候呢，有成就感，你在做嘛，那做的时候呢，也有跟人互动。 跟童工互动，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些成果。但是你们一定记得，当你们如果喜欢做，不喜欢听，那你不明白，你怎么能够得到能力做？那就算你很有能力、很有魄力，但是做的精神是什么？做的精神的结果就是我做得到了，人做不到，你会论断人。 所以很很多时候，我在讲这个服侍的当儿呢，各位服侍者更是要成为听到者。你越喜欢听到，你的服侍就越是有圣灵的恩惠。你的服侍是有一个谦卑，能够叫众人感觉到，哎，你是衰微的，主是兴旺的。借着你的服侍，我们很受益，对不对？呃、不是你服侍了，所以你高高在上，嗯，然后你就居高临下，不是这样。 所以呢，这个都是跟听到的问题有关系。不听到，没有被神的道，谦卑下来，降服于主。那人在服侍当中就把自己举高起来。所以，呃，各位，特别有些人是这样，听到的时候为什么？哎呀，不听，或者说没有兴趣听，可能他们太过的抬高自己说，说我已经信主二三十年，几乎教会里面什么道都有听过啊。 所以呢，他就有一种对啊，一个传道人又要讲到了，看他有什么东西讲的啊、嗯。那其实我大概都听到了，所以呢，还没有听几句话的时候呢，耳朵就关上了。呃，这个是呃非常严重的问题的哈。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不应该服侍，反而他越服侍呢，他会带来教会很多的问题。对所以我们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其实你是真懂得神的道的人，你是更加可慕的。 对不对？好像你，好像肠，路肠道吸水，何等可慕！神的话，主耶稣说，我向你们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生命之道。你尝到那个生命之道，你越想，好像活水，越想喝，就反而是那个不懂神的道的人呢、啊？那他们领受不到生命之道的人，他们就一讲到就越不喜欢听到，也不喜欢翻开圣经。各位，在这里。 啊、哦，路加特别给我们看到他们怎样对神的道的那个热忱，然后另外呢，我们又看见这个比利亚人对神的道的殷勤啊，所、哦、以热忱是在心里面，那个实际的一个殷勤是要看得到的。他们听了保罗的讲道呢，没有带着偏见，反而带着一个很开放的态度，回到。 圣经当时候就是旧约圣经嘛，就他们回到啊、哦，就摩西五经也好啊，旧约圣经诗篇也好，回到那先知书那个地方来探讨。那圣经用的字是考察，嗯 a n a c r i n o a n a c r e n o 这个字呢是有审，好像法庭审问的意思，审问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包含了很公正、公义的心态来做。 没有带着一种偏私的元素，那我就这么说，你听得到呢？要考察，但是实际来讲，多少人听得到要考察？你们今天听了牧师讲到说，哦，牧师讲的就一定对的，对，通常是这样的，很很少人就听得到要考察，这个是很难的。一般人听到，然、呃、后就当作是事实来接受。所以有很多大教会的牧者啊。 我甚至这样说：，他们是以一个个人的魅力来吸引人。那这些牧者呢？他们讲的道，那你就发现，慢慢弟兄姐妹都不考察呢。哦，他就这样讲了，大家很兴奋，他就越讲越兴奋，就离开圣经的真理来讲，就发明很多自己的道理。无形当中，他就发明道理了。其实，只有当我们去考察研究的时候，就发现。 其实这些牧者他们的信息，圣经其实从头到尾是不一致的，不一致的。他这边抽一个，那边抽一个，呃、嗯，抽一点，然后呢放在一起、呃，讲了自己的道理。但是为什么当中的信徒没有察觉？为什么？懒惰喽，<laughs> 不要读经了，对神的道不殷勤了，啊、呃，这只有懂哦。 我的牧师讲什么？我的牧师讲什么？他们每次讲这句话，那圣经讲什么？不懂。我牧师是这样讲的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时你们听一些呃牧师，他们很喜欢说，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是这么说的。嗯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有有些人说，哦，我们一听到一个人，呃，有些人是圣灵讲什么？哇，大而可畏啊！哦 这个是有一派的人是这样，一这个圣灵这个字出来之后，全部跪下降服啊，让圣灵说话。那然后另外一种是圣经是讲什么啊？哎呀、啊，又是圣经讲什么？这个好像全本圣经他都掌握了，然后你也要降服了啊，大而可畏，对不对？不要被骗。这这些话，如果你没有遵照圣经的话，遵照圣经一脉贯通的教义来教导。 这些话是其实忽悠人的，你们明白吗？这为自己的一种权柄，为自己的形象来塑造、塑造，呃，一种权柄形象。各位，这个东西是很小心的。所以我以前刚刚做信徒的时候，每次就是听到神说，有些人就这样讲，圣经说，整本圣经是讲这句话，你自己要考察。 你考察的，哎，这个圣经好像不是这样讲的，那个经文好像不是这样解的啊、哦，那你就会发发现呢，各位，嗯、呃，呃呃，这些每次乱宣称自己，呃，宣称他他看圣经是有这样的观点啊，然后呢，随便这样讲，圣经是这样说的啊、哦，嗯、呃，你没有发觉，也没有去辩论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啊。呃 这是你没有保护到讲台，你各位明明白吗？有时候我们我们的懒惰、不殷勤呢，呃，那我们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有谁有,有时间去看圣经？”所以又怕怕传道人传错道，所以教会的方案是什么？你们会到，如果没有人 verify，没有人去验证，没有人去考察或者审问，然后又怕等下传道人讲错。 我们学错，所以教会一般的方案是什么？给人读神学就好。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只要派他去读神学，就是有一个验证。他只要读过神学，讲的肯定没有错。各位，你还不知道，其实很多讲到讲到偏的，也是读过神学的。其实他们因为读过神学，然后又不要忠于道。 其实那种性情是更会发明自己的道理的。我去到台湾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传那些什么成功神学啊，呃，什么那些释放医治或者台上讲政治的这些很多的教会，那个牧师那些牧师啊，其实几个我手里面这样算啊，我去读他们的正传，其实他们都是在正统神学院读读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台湾的正统神学院啊，不就不说哪里了，对不对？这正统的。 那么会友们就是觉得说，这样的人他是读正统神学院，读到硕士，怎么可能会传错？所以他们讲的那个政治观点，他们所讲的那个成成功神学还是什么，就接受了。其实更危险，各位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信徒呢懒惰，没有去考察圣经，不殷勤，你就没有保护讲台的作用。有时候。 我也讲到的时候，有一些弟兄姐妹说：“哎，牧师，你那句话可能你是不是太过牵强了哦？”那当然，我有我的观点。但是如果他讲的东西是合理的，我又再回去想，嗯，那句话不严谨了哦。可能我常常讲着，九九讲一次哦，讲一个强调是可以。但是常常这样讲这个理论哦，成成为一种好像教会的理论了啊。教会常要带带出来的那种观点，观点好像观观点就是信徒都要接受的，那就不对了。 所以，其实有时候你们自己考察，自己有有看见，哎、哦，好像不妥的，你们问，这也是对传道人的一种保护啊。但是不要无中生有啊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鸡蛋里挑骨头啊，什么都来挑，好像我很厉害。这个也挑，那个也挑，这个也不对。我们不要走到那个极端啊。但是比利亚信徒呢，给我们设下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很好的榜样。他们在神的道上怎样的殷勤？ 天天考察圣经，所以呢，就传承下来了。每次讲到，好像查经班啊，很优越的查教会里面优越的查经班，我们就叫做比利亚查经班。你们有没有听过 b i e a u Bible Study 啊，好像好像这个 b i e a u Bible Study 就是说，哎呀，这群人都是喜爱圣经、喜欢考察圣经的，所以呢 b i e a u Bible Study 那成为教会姐妹们常常有这样的流行的话啊。那各位。 所以这一点上呢，我是给各位一个挑战，说各位啊，当然现在大家都很忙，有时间，有时候圣经翻开一下读，啊，然后呢，若有时间考察一下，现在都有 study Bible，啊，大家有拿 study Bible，有时候看一下，知道一个背景，有时候呢知道那个原文。 呃，然后文法这样，圣经里面字句这样讲的，什么意思？背后有什么交易？大概懂是好的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是这样劝解大家啊，天天考察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，他们是很殷勤的，是什么？他们天天考察圣经，不是只有主日、安息日一个礼拜一次来考察，他们天天考察，有疑点的时候就问，就问啊。 那这个是以坦诚的心问，不是挑麻烦啊！坦诚的心来问，想多认识神和他的道的心态来问，所以我是能这么说。这些人他是以很公允的态度和谨慎的心态来听保罗讲道。那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呢，这种听众呢，是我们传道人梦寐以求的哈。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各位，其实有些牧师呢，他们也不太喜欢这种会有，不太喜欢，特别是那种，啊、呃，没有忠于神的道的传道人啊，啊，喜欢搞服饰、搞活动呢，他们自己没有好好考究圣经，就是怕被问倒，所以他们就希望这个信徒笨笨的啊，特别在生的话语很无知啊啊，自己讲什么他们就信啊。 所以他们在处事待人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这种牧者，他们没有用圣经的原则来给人解释清楚，就是用一套人的方法、人的道理、世界的哲理一个、呃、来讲通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样讲通，然后呢，大家也没有读圣经，也没有考察，就笨笨蛋蛋的这样啊，就跟着啊、哦，牧师这样讲哦，那 OK，我们就这样跟着，这样整个教会的素质啊，是越来越走下坡的。 你们明白吗？一定走下坡的。人的理性没有被开通，没有明白，有时候甚至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呢。我们问圣经怎么讲这个课题或者这个难题，圣经的原则是什么？我们能够坐下坐下来，长老、牧师、执事，那、呃、弟兄姐妹哦，让问一下。其实这样一谈谈上二三十分钟啊，也是很有意义的。 大家离开之后，哎，灵性增长啊，嗯、呃，这个思思维啊、呃、扩大，看事情的眼光呢，就看事情懂得结合圣经来看，哎，这个是很美的图画了。这教会是很有素质的信徒来的，那这样的教会怎么一端会进来？东方闪电怎么进来？进不来的，连奇奇怪怪的人来带奇奇怪怪的道理进不来的，各位，所以整个教会呢，要在这个神的道上。 要提升，这个就灵性的提升，嗯，探讨什么事情以圣经为根基啊、哦？那感谢主啊、哦，这是我我的心愿呐啊、哦！我在带领生命堂的时候呢，呃，真的是盼望哦，大家的灵性能够这样提升，呃，如就如同啊、哦，像这样的比利亚信徒一般啊、呃，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保罗与他们之间互动。 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那么十二节我们看啊，那十二节我们快快看啊！所以他们中间哦，保罗这样做了，跟互动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也考察了，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，感谢主，多有相信的，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妇女、男子也不少。那个单单这句话也是，我们也探讨一下啊。那保罗在哪里传道？ 在会堂，会堂里面有谁？犹太人。所以当这句话说他们当中多有信的，是指谁？犹太人啊，犹太人。所以保罗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有收割啊，嗯，跟他去的以往很多地方不一样，在很多保罗去传道的地方，他是遇到犹太人的刚硬，甚至犹太人用石头打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比利亚这个地方，我们看见。 这些犹太人是忠于圣经的，他们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热忱、有殷勤的人，所以圣经说他们当中有很多信的，多有信的。那就在这里，我我我们我们就要特别强调说，当保罗一路传福音，遇到很多刚硬的犹太人呢，那并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啊，各位明白吗？ 那我们就哎呀，犹太人总是不信犹太人呐啊！我就马上把那个矛头指向一个种族，对不对？其实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不是种族，问题是心灵，问题是没有没有忠于圣经，不喜爱真理。 所以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，那个、不信的人，神的愤怒写明在他们身上。他们是怎样的人？他们是阻挡真理的人，他们是根本不想认识真理的这种人。你们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不看人啊，各种人，啊，高贵的、卑贱的，男人、女人，或者有怎样的背景的，我们不要常常啊，这种人不能蒙恩的，那种人不能蒙，不是。 啊、哦，也不是，是这个是人的心灵的东西，生命的东西啊、哦。然后另外这句话说什么？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各位，你们怎么解？你们怎么看这句话？如果陆家这样讲，又希腊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，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男人多还是女人多？啊，女人都可以马上就讲这句话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很多的女人。 这在这个外邦，因为这样讲希腊人嘛，刚刚讲犹太人，这个外邦人当中，信的姐妹比弟兄多啊。其实好像很多教会都是一样，啊，尤其是福音刚刚传到的一些地方，都是姐妹信的多。嗯，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姐妹先犯罪啊，那，然后哎，神的恩典带来姐妹先蒙恩。 有没有可能？也、yes, 可能。我们主要是复活先贤给弟兄还是姐妹？先贤给姐妹啊，这个姐妹们都讲姐妹，对不对？都很清楚，所以很奇妙啊、哦，真的是。呃，通常一般上啊、哦，教会里面百分之六十是姐妹，四十百分四十弟兄。我们看我教会也是差不多是这样。我到中国去，百分之九十是姐妹，百分之十是弟兄，啊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 但是在保保罗的传福音工作当中，那我们看路加他这样写的意思是什么？多有尊贵的妇人，每次讲尊贵的妇人，尊贵的妇人，那要强调的是什么？当然是他们是尊贵，尊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社会地位呢比较有条件，不是卑女、使女、奴婢这样。那么，那圣经是不是要强调就就尊贵的人性？不是。 我相信啊、哦，圣经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是尊贵的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些物质的需要，也不是那种无知妇人，他们是很清楚的，很明白，所以听保罗讲到明白保罗所传的福音而信的哦，所以感谢主。那现在的女士更不用讲了啊、哦，现在的女人全部都是有学问，读到大学，什么嗯、呃，那很聪明的，嗯、呃，都是那更不用讲。 那但是我们就看啊，嗯，不是不尊贵的人才信，啊，不是一大堆病、贫穷的半死的人才信，啊，就给他们不是，就尊贵的人。然后呢，他们也是妇女、富人、妇女嘛，这种我们就知道，在犹太的文化里面，那姐妹是不太被看重的。但是在基督所带来的福音里面，只要是信的，无论是弟兄，无论是姐妹，一样被看重。 嗯，所以保罗就这样，呃呃，陆家就这样的记载，所以福音带来的文化是让姐妹回复原有神创造他们的地位，他们本来就是与男人平等的。阿门、啊。阿门。为什么不想嗯，好像不太。姐妹，你们不觉得你们跟男人平等吗？平等，你们本来就是神造男造女嘛，按着神的形象造。 本来就是与男人平等的，那所以要加上一句话说，所以不需要搞女权运动，<laughs> 不需要搞这种运动。你越搞这种运动呢，就好像显示你不平等。我永远不平等，所以我要搞那个东西。你我要搞，各位宪法保护女人是好的，也需要的，但是我我认为不需要去搞这种女权运动。你要搞。 animal rights，动物，呃，这个是 OK，因为动物本身就是低于人，所以要保护他们啊。有些人去虐待狗啊、猫啊这些东西，但是如果女人跟男人本身就是平等的，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去搞那个运动？你们了解这个逻辑吗？所以有有时候呢，是人的一种不平之心或者不满足之心。 或者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说我一直要把自己提升起来的那种精神，其实弄巧反拙，反而弄到这个世界混乱的不得了是不是。所以反而我这样讲要平衡的讲，宪法保护女人是需要的，因为人有罪啊、哦。但是要把这样的女权运动搞起来的话呢，就到带来世界混乱啊、哦。世界只有两种性别嘛啊。 如果两个性别打仗打仗的话，就完蛋了啊！所以要一个男人要尊重女人，女人要也尊重男人，也对男人谦顺，那男人就看到女人的谦顺了，哎，更是记得哦，我是男人，我应该要保护她，不应该欺压她。其实这种互相互补的、彼此尊重的关系啊，先我认为在教会里面 practice 啊，嗯，教会里面有这种这种呃呃文化。 啊，先有建立起来，那然后慢慢你们到公司去，对你们的上司、下属这些有这样的表态性，那那感谢主啊，那一定带来世界和平啊！那 OK，我们十三节那快快。那但帖沙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，也就往那里去，耸动搅乱。 众人哇，他们很有魄力啊，用不尽的力量来逼迫保罗。有时传福音都没有这样的魄力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传福音没有这样的魄力，但是为什么逼迫人这样有有这样的力量啊？其实这种力量是从愤怒来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从愤怒，愤怒会激动一个人做出很极端的事情。那这种激愤的力量啊，我可以说，往往是撒旦使用的。 道他会叫人失去理智，所以这些人呢、啊、失去理智来攻击保罗。那么我们讲到这种愤怒啊，愤怒这个东西我们也要明白啊、哦。我们圣灵有没有给我们易怒？我们主耶稣有没有易怒？对不对？呃，就是看到你们把神的殿当成贼窝的时候，我们主耶稣赶出很多那些做买卖的，有没有？或者我们看到易怒，但是你们记得易怒是有节制的。 因为节制是圣灵的果子的其中一个。那我们心里面有易怒，我们责备人的时候呢，之后我们会停，会停。但是你是被仇敌惹动的时候呢，不会停啊，骂人不会停，生气不会停，含怒到日落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？我们做父母的要小心啊，有时骂孩子骂到不能停啊。 哇，完了啊！一直骂骂骂骂，唠叨唠叨唠叨，不能停。哇，孩子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哇，其实已经到极限了，你还不能停啊，那个东西。各位各位，我们做父母都有这个方面失败，我也有过啊，所以呢，我我我们，所以我们一想到哇，这种愤怒的那个杀伤力是很大。但是易怒能够使人回转，使人悔改。那我所以我就问，到底那个不同在哪里？ 当然，一路是从真理出发，但是呢，你真理出发了，原则出发之后呢，有节制，会会出会收，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不能收的，你自己也失控的，嗯，你要谨慎。所以我这个撒旦的工作也是这样，那他要怎样？要耸动众人，对不对？耸动就接着一些人，接着这犹太人不信真道的，你这样的人，他们就起来。 耸动人、触动人的情感，所以他们又到这个比利亚来耸动人，就仇敌常常用的这个绝招啊！那不让人有思想、有探讨，就是耸动人。福音是怎样？福音有没有感动人？有时候我们蛮有感动，有没有？有时候我们也被激动。 但是福音，福音给人感动，甚至激动人是先使人明白，你明白理性明白，然后幸福之后，蛮有感动的，来行行事，不是被耸动，啊，人家今天还不明白，哇，每个人都这样做，哇，我也这样做，哇，越讲越气热，各位理解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教会有教导，把、啊、各位。 那个我们灵性的素质提升的时候呢，教导使大家明白理解神的作为，理解真理的原则。哦，明白，人是神的属性，明白。所以幸福，然后心里有感动的，这样服侍主，感谢主啊、哦！这个是正常的教会了啊，正常的教会不是一直用音乐，然后大家的哇呼喊声，我们宣告，然后集中每个人啊，出去之后什么都没有了。嗯，所以我我们。 我们是人呐、啊，神所创造的尊贵的人，有神的形象，有理性的功能，对不对？有情感，有意志，被什么理性所明白的真理来带动的。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像人。我们越听得懂、听明白的福音，就像人，跟人说话，头头有理，对不对？然后讲话的时候有一些理由、道理讲清楚，使人明白。 那有时候责备一些人，懂得收回啊，啊劝解人，啊盼望我们之间同工们之间呐、啊，都是成为这样的人啊啊！当然我讲了很多话，单单我要解这个字五六节的东西，我也看了很多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，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，也是要给一个很很真实的那个 picture，对不对？那个 reality，那个那个现实感一定要有。 不然的话，我们一个一个这样讲故事，这样过了之后，实记形状很容易变成讲故事的啊。所以我们大家看的时候呢，有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有一些字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去思想到底这是什么一回事啊？多方面来确认应用圣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嗯。那么各位，我们快快啊，要结束了。十四节，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。 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。那这次保罗不要让呃比利亚信徒进到非常挣扎为难的光景。那之前你们知道在帖萨罗尼家，就是大家闯进耶稣的家啊，把耶稣带到那个呃方官那边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保罗就快快离开，然后让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，兼顾那边的信徒。那。 所以保罗呢，他是他的脚步是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脚步，几时停几时走啊？那这些都是圣灵带领。所以他们就送第十五节一起读，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，即领了保罗的命，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，就回去了。所以保罗就去到雅典，雅雅典就很篇幅很长啊，在那个地方。 当时的学问中心之地，那保罗就这样的被带到那个地方去，然后他也在那里遇到一个新的挑战啊，特别是整个雅典城里面都是充满偶像的事情。那这个是我们下周再来讲，但是我我可以说，保罗是非常受圣灵的引导啊，然后一步一步的，不是他的伟大聪明所做的施工，乃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他。 到怎样的地方，向怎样的人传道，让他忠于一些原则来做事的时候呢？那神借着他所做的啊，使福音的使命完成。所以各位，呃，我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我给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好吗？因为呃，我也、哎、也快要上飞机了哈。那这个简单的总结呢，我快快的以保罗在铁撒罗尼家和比利亚的传道做一个对比。 然后有一些功课，各位一定要得着。那在贴撒罗尼迦呢？那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上周讲的，还有呢，我们刚刚启文有读的，你会发现圣经用的有一些字眼来形容保罗的整个的服饰，特别的他的讲道服饰呢。那里讲到保罗怎样，他辩论，保罗向他们讲解，成名啊，陈明的呃。 福音的道传啊、哦，劝告各位这些话，这些话一个一个字里面，你会发现，这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，具有挑战性质的福音工作。在比利亚呢，我们就看见另外一个情景，大家都是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殷勤考究圣经。那这里就有比较有建设性质的传道工作。各位，你希望？ 做哪一个工作？啊，你们是传道人的话，你需要做哪一份、哪哪哪一种？遇到这样的啊，两个都要做了。简单来讲，你哪里可以选？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，这两者即便有一个对比，但是一个传福音者呢，不能选择对象，反而他需要预备自己，来遇到各种的情况、各种的对象、各种的听众。 我明白啊这是一个重点啊我不是单单讲，哎呀，比利亚哈，我们，我们建立教会一定要有比利亚人，这这样这样的人怎么出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预备自己，有挑战性的施工，有建设性的施工都有。当然，我身为一个牧者呢，我是盼望我所带领的生命堂，慢慢都会大家像比利亚信徒一样。 有这种灵性的成熟啊，那大家能以圣经为基础来思考人生很多的难题，我是盼望这样。但是在我们为福音打战、奔跑、杀种的事上啊，我是先让各位心里面知道啊，这是有各种的挑战，所以我们要预备心，向各种的人做见证，然后我们做见证、传福音、教导。 最终是这样，不是把人带到我们面前，喜欢我不是让人喜爱圣经，喜欢考察圣经，不是只有喜欢听到，然后喜欢服侍，也不是这样。嗯，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在使徒行传一刻一刻走过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神的道中有长进啊！我们一起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接着你的仆人在比利亚的整个服侍里面，让我们。 思考，也反思很多我们服侍的精神、服侍的心态。就感谢你，让我们看见，就嗯，无论你打把你的福音使者使者猜到哪里，哪里都有你的选民。就所以，我们心里时常做好准备，趁着白昼多做主公求助帮助我们众人。 呃，你的仆人也崇拜之后往香港去，得到众人的祷告，来建立那里的教会，也求助纪念我们所所做的工，纪念我们众人的祷告，纪念你仆人的劳苦。呃，愿所做的能够带来有长远的果效。感谢主。啊、呃，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